奶奶，我请你吃雪糕，想吃什么样的随便挑。太凉了，我吃不了。今天三十几度，吃一个没关系的。这么贵，最便宜的都要8块钱。这什么？看起来还不错。还有12块钱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这会肉的是吧？那拿两个便宜的吧。2个16，我这的菜才15。算了算了，不买了。你们这的人呐，太可怜了，连个雪糕都吃不起。你想吃，我回去给你做。你会做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先倒点牛奶，淡奶油，再加点糖，倒点淀粉，一直搅拌。小火煮一会儿，一边煮一边搅，千万别煮糊了，煮的稠糊就行了。倒出来用滤网滤一下。哇，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放冰箱冷那么几个小时就行了。你看电视吧，我做饭了。哇，比卖的还好看哎！尝尝。嗯，以后我就雪糕自由了。我还做了几个，保证你喜欢。嗯，你爱吃香菜，这几个香菜冰棍，你尝尝。老老老月包车，觉得你懂的是句 thank you。抖音。